本来想见义勇为，结果今天怎么这么冷？我不管，追钱可以，但是你要赔偿我给你买的东西还有清水费。啊，对了，你好意思找我要清水费？人家大我好几岁。反正我不管，清水费今天必须给我。这男的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大叔，救命啊！啊，你叫我吗？他爱上我了。刘一楠，滚远一点，今天没有什么事。我操，你长成这样，好意思叫我是刘一楠？喂你。你他妈，你过来呀、啊！有话好好说。你小子，我等着，下次一定找你。去，怕你啊！谢谢你啊，大叔。不过，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？就是，兄弟们，我好像被赖上了。不过，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？让我帮忙就是请你吃东西啊。大叔，你还没有成家吗？啊，没有呀。那个太逗了，大龄剩男呀！我决定从现在开始。就是我的男朋友。你说什么呀？一天真的是。妈妈，我在这儿。妈。陈雪，你手机都不拿，是想人家失踪吗？我靠，学姐。好久不见啊！哎，妈妈，你们认识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。不是，学姐你误会了，我没有。想不到空降了个女朋友，更想不到她妈妈是我的学姐。然后，男朋友，不打脸要得不？那你加油，看看你啊！啊，不是吧？我连你女儿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啊！我叫陈雪啊，今年19岁，这下你就都知道了。如果你还想知道点更隐秘的，可以偷偷告诉我。19岁差这么多，太草率了吧！这有什么草率的？不就差了十几岁吗？啊！陈雪，那你加油，妈妈支持你啊！那我就不打你们了，拜拜。学姐，你等等，你别走啊！这接下来我们去哪儿？